度啊？你唔知道我哋再唔行就迟到噶啦咩？我惊俾车出咗去，啲司机仲消失晒，跟住俾车撞死啦！俾车撞？系啊。哦，你睇紧《末日迷踪》？我知道呢套书虽然情节紧凑、引人入胜，作者心花妙笔、做足功课，但你都唔使信以为真、讲人忧居噶。咁啊唔系，一套书系根据启示录而改编成嘅长篇小说。真是有根有据的。何思啊，故事讲述一批基督徒被神接走了之后，剩下的人怎样面对世界种种的挑战，包括超级领袖的兴起、各种宗教和各个国家的统一，他们怎样当时持守自己的信念，就是这本书所讲的了。虽然这套书是以圣经为背景，不过它和很多末日、小说、科幻小说、历险小说一样都很精彩的。是啊，撇除神学观，这本书都给了不少反思。例如故事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角史雷的家人突然消失，于是他先发现自己从来没珍惜过家人，他甚至暗恋沾花惹草添。没错啊，其实每天揭开报纸都会见到很多生命的逝去，但是我们又知不知道几时上报纸的会是我们自己或者挚爱的家人呢？珍惜眼前人虽然是古生常谈，但是却又何尝不真的呢？另外这本书都令我反思了，究竟我怎样才做得好呢？不是看你做多少，因为根据故事，连什么都没做过的 BB 都被人接走了。是啊，就好像书中的超级领袖说，他是精通九国语言的优秀演讲家，但他却在这套书中被人形容为最大的奸角。没错，真认为不是看质，都不是看量，而是看心。你咪懒完啦，你是不是想说我们看人做事不是看了多少，或者不是看做成点，而是要看个人有没有尽力。如果尽了力，我们就应该有所赞赏，有所认同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短处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套书十二集比 Narnia Lord of the Rings 仲有 Harry Potter 长，值唔值得咁摆时间啊？梗系值得啦！佢2000年拍成咗电影，喺世界各地上映，仲荣登 Visual Weekly 同埋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，仲喺2004年出售咗6000万本书，即系同你嗰啲 Narnia、Harry Potter 仲有 Lord of Rings 有比啊！就是一本翻译小说，如果连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会改编的话，应该都真的不错的。其实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说，我们学校图书馆同埋行多两步的中央图书馆都有得借呢？一知我肺腑啫。时间真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快点去上堂啦。